Hello 呀，小宝贝儿们，今天我们来吃无骨鸡爪。今天在外面搬了一天的砖，这个时候才有空。原谅我更新的晚，连砖都没画，带个特效啊。这次从家里带过来的鸡爪，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现在已经不冰了，冰冰的更好吃点。这味道怎么泡椒味那么重啊？没有酸辣的感觉。还有骨头，冰镇起来会更好吃一点。二十块，大家今天有没有想我呀？黑粉不要再那计较了。免得等会说谁想你呀？想你干啥呀？别这么自恋行不行？你恶心死人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对咱家真实铁粉说的，你也别自恋。